哈喽大家，我是 Victor， 今天呢我带你来看哦复利公主湾 RNA Princess Curve 二期 Phase 2的一间实际单位。 OK， 这一间的话它是一个大 U1， OK， 它是两房两厕的，一共是838 square feet。 我今天就带你来看它的实际单位，它的实际交房标准是怎样。OK， 所、so、以在入口我们这边就有一个安全的消防防火门，然后这边有附送你一个 digital door lock 啦。OK， 一进门这边就有一个玄关处，可以看到吗？它这边正对一个玄关处，这边有个入户的一个 cabinet， 有一个入户的一个 cabinet。来到这里呢，这边就是我们的开放式厨房，这边是我们开放式厨房。OK， 所、so、以这边呢，主炉、抽油烟机、上下壁橱、kitchen cabinet、microwave oven 这些全部都是做好给你的，包括我们这个墙砖都做好给你。OK， 全部都做好了。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饭厅跟客厅的空间，可以看到哦，空间是非常的宽敞，非常的宽敞。OK， 而且很光，采光也很好，采光也很好。OK， 我这边一个很大的标间，我等一下再带你们过来，我先带你去看后面先。OK， 所以房间跟厕所呢都在这边。好，这个是我们的 common bathroom，common bathroom 就是共用的浴室。OK， 可以看到哦，这边你看它给你的 furnishing， 给你的 quality 材质都非常非常的好。好，包括你看给你的窗，这个镜子啊，干湿分离也已经做好了 ，shower screen 干湿分离，然后窗口也是做好给你。而且还是帮你连 frosted 的，所以让你有更多隐私，但是同时又有很好的采光。OK， 有隐私，同时又有很好的采光。可以看到我这个单位，我们现在是没有开灯的，可是采光是非常非常的好。哦，它的材质全部用到也是非常的好啦。这个是我们的一间小房间。OK， 可以看到非常的宽敞，你可以放双人床、放厨都不是问题。有很美的一个飘窗，很大幅的窗口给你很好的一个 view， 还有 aircon 都是做好给你的。好，然后从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 RTS， 可以看到 Malaysia side 的 RTS， 其实工程进度是已经差不多要做好了的哈。来，最后我给你来看它的主人房。说主人房的话呢，是有自己的浴室的咯，哦，空间也是非常大。你看，也是一样，干湿分离做好了，镜子给你的很大幅，这边也是给你一个窗口 ，frosted 的窗口，好，给你一个 frosted 的窗口。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主人房啊，好，主人房有给你衣橱，大飘窗。很美的这个窗口，还有这个 aircon， 哦，你看这一间的 view 真的是很美哦，甚至可以看到我们的海景、新加坡还有 RTS， 看到很清楚。好，所以如果假设你是买来自己住的话，那两房两厕就非常适合啦。如果是投资的话也是 OK， 哦，投资的话也是 OK， 两房两厕租金都非常的高了。哦，现在最少可以去到3200到3500。好，这边就是我们的 sliding door， 外面是 balcony， 很宽敞的 balcony， 这边可以放你的洗衣机。楼上帮你做好 cross hanger 了的，所以你可以转下来，可以直接吊晒衣服。来这里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 view。好，这个是有一点海景的。OK， 对面看到新加坡，然后这边可以看到 RTS 的工程，看到吗 ？RTS 的工程，哇，所以这紧锣密鼓，他们现在做出中间那个衔接的那个部分，看到衔接的部分，然后这边的 track 是已经做到差不多了的。OK， 所以这个户型的话呢，它是一个两房两厕，两房两厕838 square feet， 它是在富丽公主湾的第二期的位置。OK， 所以你有兴趣了解更多的话，如果只是对新山市中心附近的项目也要了解的话，欢迎来联系我。我是 Victor， 我们下次见，拜拜。